记者王星于台北报道，王若琳与王世安近日联手打造新单曲 Random Day， 不只邀约合作时超随性，连拍摄 MV 也是全程用智慧型手机，搭着计程车的两人听从司机的建议，决定舍弃先前计划直接到台北富锦街拍摄，拍摄成果出炉后也让两人直呼满意。两人创作的 Random Day 大走随性风，将独处的悠游自在反映在旋律中，最后则是王若琳的低沉嗓音画龙点睛。王世安笑说，俺然很聊得来，其实我们很少碰面，都是靠通讯软体及 email 联系，就连在创作这首歌时也都只有在网上沟通，完全都没有碰到面，自嘲两人根本是网友。王若琳这次不止现身也现身，跨高演出 MV 的邀约过程也超随便，让工作人员笑说，真的随性双输。这支 MV 全程用智慧型手机所拍摄，最后听了计程车司机建议到台北富锦街拍摄。王世安表示，许车边找场地，因为看到公园中有溜滑梯，非常有趣，也很符合我们 random 跳冲的感觉，当下决定就下车开拍。他更爆料，因为太过放松，王若琳坐在溜滑梯上打哈欠的镜头也收录，堪称是台北生活纪录片。王若琳左和王世安合作新歌，副音乐提供王若琳左和王世安用智慧型手机拍新歌 MV， 副音乐提供。